五一天的药包，嗯，就是乐，嗯，马头乐呢，小嘴巴，嗯，嘴巴嘟嘟，嘴巴嘟嘟，可不呗，是不是？真是享福了，乐乐命好，嗯，乐乐命好，盼盼也命好，这不，嗯。跟着我的都好，说，嗯，一号几一号和几号一块吃，一号和二号的果冻一块吃，就是一号那个咖啡是饭前吃啊，然后果冻是饭后吃。你看我这口红这么擦都不掉，还有两条。我们乐也就会能跟着妈妈起热乎，乐谁也碰也碰不了。你看，别看他不让我抱，他不跟我亲近，但是他跟我还是他还是挺黏着我的。就在坐着睡，睡觉，趴趴睡，嗯，趴趴睡，哎哎，乖，你呀，你看，嗯，趴趴睡，乐乐也困了，全他妈困了，就是不睡觉，你看这，嗯，看一下乐乐，看一下乐乐睡的，嗯，乖不乖？亲不张吗？喜欢就不张。啊、哦，这个雪玲妃的卸妆水，晒十九拍一罚俩，家们一定要拍啊、哦！我没说女人脸要洗干净，彻底清洁必须用卸妆水啊、哦，不要用卸妆油，卸妆油洗不干净。二号啥时候吃？二号饭后吃，一号是饭前吃的啊、哦。一号饭前，一号那黑咖啡饭前15分钟喝，或者是20分钟都可以啊、哦，只要在饭前半个小时内啊、哦、喝完就行。二号呢，就是吃完饭过个5分8分的，你就可以吃那个二号果冻了啊。张也稀罕，这事儿呢都喝醉的倒了，张也稀罕，就没招，真没招，嗯，一点招没有，没招没落的。猴子脸太不光了，那你说它是动物，它能没有小毛毛吗？你说抱起来。起来，干活起来。咖啡给完喝完什么？咖啡喝完你就多喝水，没啥反应啊。他会帮你稍微帮你控制点食欲，那个会。啊，难得见乐乐安静，天天都在飞，半天没睡觉了。哎呀妈呀，半天没睡觉了，这俩生大顶的，你说。就不睡觉，大宝今天不让我抱了，大宝搁这睡，你妈呀，做梦了，哎，他100%做梦了，盼盼大宝搂着呢，他100%做梦了，这个是乐乐，嗯，不怕啊，哎，那天太闹大不劲儿，让我给卷起来了，卸妆水，我告诉你真的，女人洗脸啊，晚上第一步要用卸妆水啊，第二步要用洗面奶。要彻底清洁，因为女的抹，你只要抹防晒，抹那种粉底液啥的，你必须用卸妆水。你不用卸妆水，你毛孔里头堵的全都是东西啊。但卸妆水你用不着买太贵的，知道不？你如果你有条件买太贵的，你用买在护肤那上头，水啊、乳液呀、精华呀，你买在这上，你应该花贵点钱买，知道不？卸妆的东西都是这些东西。我拍完了，好的，那卸妆水啊。嗯，乐乐的眼毛比大宝眼毛还长。咖啡用大量水，喝水吧。对呀，多喝水，用不着说一天就是没事不渴也喝，你就是多喝水，适当的多喝一点水啊、哦。看看盼盼，大宝搂着呢，你没法看。嗯，大宝搂着呢。上点五谷面包，五谷面包。我还不知道什么五谷面包呢，幸好怎么弄的？他俩大宝和乐乐给我，大宝和那个盼盼给我抓的，全是打抓的红点子，抓破了。嗯，睡觉呢，宝宝都睡了，有香水吗？没有香水，那小香水现在没有了。嗯。下面给我点点小红心啊！我这是刚才我卡了都，卡的不动弹了，我一下播重开的。
打针了吗？谁打针了吗？看看盼盼，没法看，人家搂搂登登，你都看不着脸。大宝盼盼抓的，他妈抓着玩也不是故意的，不是故意的。这大宝的手指甲，哪天我再给他搅一搅。这他妈大宝的指甲，长得他妈的又睡觉了。第一次拍哈，说这卸妆水家们一定要拍啊！卸妆水，女人的脸呐，我跟你说，卸妆你一定要洗脸啊！卸妆是第一步，知道不？卸妆水是第一步。主播也困了，我还行，我上午喝的咖啡，替他干啥让他趴下去挺招人稀罕的，乐乐也招人稀罕。我跟你说，你们没养过猴，你们真不了解，你真不了解，就是我们对猴的感情。我都想把老爷们换成猴了。我现在几乎就是把他们猴他妈，把他们老爷们换猴了，老爷们都不要了，老爷们都还不埋汰，不埋汰，不埋汰的啊，不埋汰嘛，不亲的，不埋汰，不埋汰的。我跟你说，小公猴的小手哈，你看，就是现在乐乐的小手指头就快赶上大宝出了，都赶上大宝出了。你知道大宝都4岁了，你看大宝这小手指头，乐乐现在手指头赶上大宝出了，谁养谁稀罕，真的谁养谁稀罕的，你说，你真稀罕。你别看，你看乐乐到处飞，大拿上，对啊，你这小手现在都刚赶上那谁，赶上大宝就出了，你说，你大宝小手指头细溜溜的，你说，大宝是手小脸小，是不是到结婚是？但是我一直没，大宝就认地儿了，我不给他，他乐乐才2岁多，大宝就认地儿了，我不给他找老公了，因为。就不能这么亲近了，我跟你说哈，你等乐乐再过1年或者是2年，我这么亲他就不好使了。你别说，就是这个大宝，你这乐乐这才多大？去年开始跟着我的，他一直跟着我，他都是始终是跟着大宝比跟着我亲，你知道吗？还不是从小带的，这么跟着我就已经不错了。你等再过2年的，那更完了。公猴的野性是最大的，知道不？公猴野性最大，就从小带都不好使。到大了一样干你，该他妈削你一样他妈削你，该咬你该咬你。这是趁这阵，哎呀妈呀！看这乐乐没？大宝可看好家了，看着没？狗一咬，大宝粮收家起来看看。你看乐乐，没啥事儿一样，盼盼大宝抱着呢。大宝抱着呢。你看答的就没想到呢，说的就是嘛，你说，完了，没个水，大宝这觉都睡黄了，你看完了，行了，看家伙，行了，这不睡了，你这气呀，外面有人儿，那你说有游客肯定来回走人，他肯。那狗就咬啊！这盼盼他妈醒了，他妈就是吃。你瞧这，醒了就是吃。大宝是你养的第一只猴吗？不是，不是，我养姥姥猴了。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只。下方正在讲解的那个卸妆水啊，拍一发2瓶，39块钱拍一发2瓶的卸妆水。这个卸妆水啊，你买完事以后2瓶，你够你用1年的了，够你用1年的了。醒了，给你说，闭不合眼抓着葡萄吃。你脸怎么红？口红擦不掉，擦不掉，累了吧？下播吧，你给我钱呢，我下播。
还蛮吐皮儿。猴子吃东西，所有的猴子吃东西，它都不吃皮，都愿吐。吃黄瓜，我们人吃黄瓜都不吐皮，它们都不吃。知了啊，葡萄，你看，知了，乐自己去拿去，这皮来，自己上那拿去。吃这个啥呀？中间上面还能直播，嗯呐，多好哈，多好，这觉都睡黄了，又他妈睡黄了，一个人养几只？这个不是我们养的，动物园的猴，他老说是我们养的猴，老问我们一个人养几只，养几只，我们一只也没养。回家养吗？我们都在动物园住呢，一人管几只，这个是不一定的，看能带几只，是根据饲养员的那个那啥，有的带的一个，带俩，要带啥的都不一定。我这就是破车号蓝带，知道不？什么叫破车号蓝带，知道不？猴子比你带老虎吗？我带他妈大狼狗，你看我带老虎，我他妈是惜命的人。下方正在讲解的雪灵飞卸妆水，还有要的没？还有没有要这个的？39拍一发两瓶啊！这卸妆水，我打我自己了啊！口红值得拥有，那口红是不是真的很好？是不？那口红是不是真挺好？口红是值得拥有，那口红是真他妈挺好，它不掉色，几天到货，4天到5天大部分都到货。还有那别色口红，这抹上真事儿，老他妈自然了，那个红特别好看，就人抹上那口红啊，衬你脸色特别好看。想拍别人口红的，自己上下边去拍啊！主播姑娘阿姨问一下，那猴子你多累呀？主播姑娘阿姨，这家伙多少个称呼？你这多少个称呼？没有男朋友陪你一起吗？我还需要他妈男朋友吗？我有猴子就够了。不是，这是起一个火节子，我有猴子就够了。所以这样最脏的垃圾动物，太消费浪费。所以这并说猴子狗他养他，我跟你说啊，小努力，我跟你说最脏的就是你，知道不？最脏的就是你，还这说那个猴子是最脏的，我跟最脏的就是你，猴子是最干净动物，因为猴子是素食动物，你懂个屁，你懂个屁，狗屁不懂。看不上后脑勺，打麻将一辈子不胡，看不出来叫这玩意儿，啥也不是，脏也稀罕，脏也给吃好的，天天吃他妈的那个菠萝蜜和那山竹，气死你，气死你。给大宝找对象，个人认为猫最脏，
这个是帅哥吗？跟这个你说吧，你养的什么动物吧？哈，你喜欢什么养什么？你喜欢什么？就是人的心里都是你喜欢你养那个动物，你就不认为它是最脏的，让你有用处不中。我跟你说，来看猴的，我们都是喜欢猴的。你要说我们猴脏，我跟你说，你真是你犯了我直播间的大忌了，能懂不？能不能懂？你出去带猴吗？我出去不带猴，带猴犯法。在动物园待着还行，啊，猴儿多聪明啊，啊，多他妈聪明，多他妈尖呢！你说，啊，给我吃一口，给我吃一口，一天我挨打我也心疼，哎，咋的呀？咋的呀？那越打我越给他买好吃的，咋的？你羡慕你说贱不贱吧？你说啊，你就说贱不贱吧？可他妈贱了，给我吃一口。给我吃一口，给我吃一口。哎呀，大丑宝了嘛，驴都红的，我也喜欢小猴，是不？太他妈驴了，我大丑宝了，驴也稀罕。谢谢我家英子送的大啤酒，驴也稀罕。你说咋整呢？你说，哎呀，他能听明白，能听明白，就稀罕你没招。你说，给妈吃一口，给我吃一口，我不吃，啊，给宝吃啊，哎，给宝吃，嗯，给宝吃啊，宝妈不要，那就给妈一口呗，行不？那给妈一口呗，给妈一口，哎，不，哎，不要，啊，不吃啊，啊，不吃，别口，别口，别夹，别夹。垃圾袋，垃圾袋。垃圾袋他们也翻，靠这边。嗯，你们都是正式饲养员吗？对呀、啊，那饲养员还有不正式的，不正式不给开工资啊，还咋的？我就没懂，没明白。啊，聊大闲，我真是聊大闲，说姐的姐，嗯，吃一口能咋的呗？你说抠鼻哄哄的。给我快递一纸，我想给你个大嘴巴子，给个大嘴巴子，你要不要？啊？唉，没毛有号啊？什么叫没毛有号啊？你的职业太好了，嗯呐。啊，这个那啥啊。这个卸妆水嘛，自己去拍啊，拍一发2瓶卸妆水啊。我没说女人，我跟你说，你洗脸的第一步啊，洗脸的第一步就要先卸妆，不要用卸妆油，一定要用卸妆水。卸妆水用点那个卸妆棉擦一下，它非常干净啊。要棉的话，我跟你说，那脸呢，毛孔都堵了，都他妈堵了。哎呀，你们跟我歪着歪着瞅啥呀？哎，亲了一下，给我来劲儿了。嗯，咋的？来亲热了一下，给我来劲儿了。哎呀妈呀，这一个皮儿你也拿？你说拿来？你是饲养，我在饲养，我不是饲养的，我在饲养。我应该先那啥，眉笔这个啊，防水的眉笔，防水眉笔9.9，拍一发3支，防水眉笔，用多少拧多少，看着没？用多少拧多少啊？用多少拧多少，看着没？不用你就拧回去啊，不用拧回去。笔的形状是三角形的，三角菱形的啊，菱形的，注意是，脸有一点红，是大包咋的了？口红，
9.9三只，防水防脱妆的。我这是深咖色的啊，我这是深咖色的，用完了抿回一扣上啊，9.9三支，背上红是晒的吧？不是，然后这边是刷子，描完眉一定要刷一刷，知道不？刷一刷字眼。9.9三支黑咖啡喝几个能那啥，因人而异啊，因人而异，喝上了慢慢的就会那啥，喝上它就有效果啊，但是不是说一下一天你整掉多少多少多少的啊，慢慢的，我是喝到第四盒没喝了的时候是正好是18斤不到19斤，又蔫了又要困了又要困了，咱们这个防水的眼眉笔一定要去拍啊，9.9拍一发三支啊，一头是笔一头是刷子啊。你要困了，你要蔫儿吧了，你看大宝多好看，给大宝、看看会用不？会用，直接给我咬舌头，直接给我咬舌头。又蔫儿了，大宝犹豫了，眼神知道了，老整这眼神，你说，就这眼神跟雷达可像了，就这眼睛。跟雷达特像的眼睛，你这块咋整？你这块是刚才跟我打架，咬我那笤帚，咬我那笤帚杵的是不？是不是？虎逼朝天的你啊！你是虎逼朝天的不？虎逼朝天的，妈给画个小日本小胡子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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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9.9三支的眉笔啊，防水防脱妆的，9.9三支，一边是笔一边是刷子，这个挺好的啊，我那天都已经卖不少了啊，9.9一边是笔，看上没带拧的，口红不抹了，一边是笔，看这边是刷子，一刷啊，挺便宜的，这个性价比挺高，而且这真是防水的啊，真是防脱水防脱妆防水的啊，困困呢宝睡觉吧，北朗拿马的笔啊，困不困呗，干嘛困困呗，困呗，一瞅你就困了是吧，一瞅你就困了哈，介绍一下黑咖啡，那黑咖啡吧就是饭前吃啊、吃完你就吃完事了，饭前20分钟喝啊、饭前20分钟困了他就要睡觉，饭前20分钟喝，给你整的心困你。饭前20分钟喝，眉笔好用吗？可好用了，那眉笔啊，三支可好用了，9.9三支，你就用吧。9.9三支的眉笔，眼线笔好用吗？防水的，一会儿我给你用。祖国，我深深的喜欢你。好的，谢谢。给我换台本，现在淘气那不行。偶尔画一画得了，还给画大画脸，干哈呀？不能那么干啊！好。哎呦，我去大宝，完了又进大宝又进去了，我能让你拿着吗？你叽里呱啦你下地了，你给我过去！完了，那笔帽给我拿走了，
试试眼线笔。好嘞，我给你试试眼线笔啊。大王，你走啊。我让你好好走。我应该，其实我应该把那个。哎，这不睫毛膏吗？这不睫毛膏吗？这睫毛膏也好，让他睡呗。这不，这没拿住笔掉地下了吗？他以为掉地能抢着我这笔呢。咔咔就给我咬破了，他以为掉地能咬着我。对，靠点边儿吧。嗯，你瞅瞅，你瞅瞅，就好像那是什么好吃的东西似的。嗯，姐，你的眼睛太好看了，我眼睛本来就是那啥，我没法起来，起来，起来点行不行？我这来，大宝，你给我离远点，我他妈打你了啊！拿下。这妆化的，我看不着。其实抹抹眼线笔吧，抹抹眼线吧，没啥效果。本身我就是纹的，本身我就是纹的。把笔抢下来，我跟你说，它是防水的，就是防水的，给猴不能给猴画。你知道？你看我这个手上蹭一块这个，嗯。这眼线的这个挺好的。但是画完之后眼睛是不是更黑了？太他妈招人烦，大宝。大宝，你太他妈招人烦了。嗯。眼线笔单拍吗？你先买这个眉笔啊，眉笔，这眉笔9.9三支，这个啊，眉笔9.9三支。哎呀妈呀，这他妈是他妈一点招都没有。嗯，这个眉笔9.9三支，我描的这个。眼线笔在哪呢？我看手拿过去，拿过去。我，你要死叫你不死叫你一天。眼线笔可能是买一，眼线笔也是买一送一啊、哦，是两个。这个眼线笔买一送一。看着没？没敢透啊，没敢透，所以这眼线笔黑不？黑不黑眼睛啊？我刚挂上没两天我就拍了，一直都快用完了，是不？这个它不爱掉，这是防水的啊、哦，拍一支送一支的眼，
这个他这个真挺好，这个真是啊、哦，真挺好。下一单试试。你我跟你说，就这些东西，它好用就行。你知道我别合计它多钱，你买好几十、一百多那个，有什么用啊？它好用就行。这话就成包公了，我咋成包公了？我这咋这大眼睛多有神呢？这大眼睛哪里发货呀？应该是浙江吧？哪包邮吗？能拍就能发啊！看哪，我这是照这发。我跟你说，我照镜子画画的更清。有群友没？没有群友，只有那个变色口红，那你就当群友就行啊。变色口红，七号链接的变色口红，这个眼线液，我一笔就画完了。你得画多少笔才画完呢？我这不不得看吗？我这不得看吗？大宝，你拽我裤子干啥呀？啊，发两只啊，发两只是软头还是硬头？软的，软头的。但它不是那种毛啊、哦，这个好在哪呢？哈，你怎么画它不会出不会劈啊、哦？怎么画不会劈？这猴子毛了，美死你了！给你猴子毛。这把有那把货，9.9块两只这个啊、哦，不能给你，不能给你，不能给你再上点儿，行不行？主播你好，看我哎，你这眼睛画还是黑不黑？有没有神？画成鸭蛋儿。这给我们衬吧，你说，哎呀，好美丽，这给我们衬吧，你说，嗯，是不是？嗯，好吧，啊、哦，妈来真的啊，耍猴戏的吧，嗯，你看，我跟你说，早上吃过东西，现在我肚子开始那啥，反应，啊、嗯，一号的那个黑咖啡和配着那个二号的那个果冻啊，家人们那个效果挺好的啊，对。拍一发两只这个啊、哦，可好了，拍了眼线笔，这眼线笔防水啊、哦，防水的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过来。以前吧，哈，我跟你说，就是我买眼线笔，买什么这些东西，那些东西都是，哎，感觉，哎呀，买这10来块钱，好几支，能好吗？其实我跟你说，都那么那玩意儿，我告诉你，都那玩意儿。你用上你就知道了，拽它干什么玩意儿？背着，一起喝吗？你要效果好，你就一起喝，一起吃。所以饭前吃咖啡，饭后吃果冻，你就一起。你要一起，你就那啥。也不是说必须，知道吗？但是那个果冻，其实我们有必要备，你知道吗？有必要备一单两单，你知道为啥不？你偶尔出去吃个大餐，谁能不出去上个饭店吃个大餐？你一吃一顿完事儿，你回来你吃个果冻，你不等于白吃？你没有负担，对不？你不等于白吃一样吗？咱说那个，行了，靠，大爷的，啊，没他妈完了，你还，没他妈完了，是不是没完了？你家养啥？养猴子？我家是养猴专业户。啊、哦，我家是养猴专业户，眼线笔拍一发两只，眼线笔啊，拍一发两只，不脱妆的啊。哦不掉的啊、哦，看到没？不掉的，眼线笔挺好，翘儿翘儿的，毛都大眼睛，是不？
过来把我纸尿裤给擦。啊，看吧，来，上马上来来，看吧看吧。哎呀妈呀，我这手哪也能够传走啊？大宝，你他妈有点他妈的那啥了不？啊？还行，我告诉你，我防备他，我防备不了，我怕他，我走一步给一步。我他妈一铲子怼死你！我给你们拿面包，等着。哎，帮我找你！哎呦，我操！妈的，看看你他妈就一爪子挠我脸上了。来不了，心脏不好，乐乐。嗯，哎，我说买，别怼死你！啊，给乐都不敢吃，乐给，乐乐慢扔呢，去吃去。你过去给你试试。几点下班？我们没有点儿，高兴的就多喝多。这好味的世界，我跟你说，你真是整不了。意思了呗，看着你。我他妈抽死你大马！你再不让他吃面包，妈给哎，找个的，一人一个吧。臭不要脸的，乐真冷啊，乐啊，不怕他，不怕他，乐别拿给我，这给你塞，乐给大宝，你他妈我他妈抽死你大宝，乐别拿给他，不怕啊，给，你看，看，我他妈打死你，乐给拿给，拿给吃。啊，吃吧！你看，不敢吃乐乐。我告诉你哈，就是猴味的世界。我跟你说，你真是你真不是我们人能理解的。我告诉你，真不是我们人能理解的啊！下方正在讲解我这个防水防脱妆的眼线笔，9.9两支，特别好用，自己去拍啊，好用啊！乐乐给妈给了，给吃去。大宝，你说带他妈瞪他。乐去试去吧，妈，你看妈好看吗？大宝，你看妈好看吗？大宝，你看妈好看吗？有的是，吃了妈还给买啊、哦！面包我能攻击你吗？啊、哦，乐啊，去吃去吧。小子听话，我跟你说，大宝不让乐乐吃，乐乐就不敢吃。嗯，大宝把那面包又拿起来了，我今天不带进球俩呢，他妈我撑死你们，今天，啊、嗯。你瞅着乐盼盼，走一步要给一步。那你瞅点吃，嗯，怎么得的了你？我他妈面包供不起呀、啊，还、哎，啊、嗯，乐来放给他，来，对。乐来，乐，妈妈给了，妈吃。大宝听话，大宝听话啥呀？那熊乐着呢呢。吃吧，哎，吃吧，啊，吃吧，嗯，吃吧，怎的了？嗯，挨欺负了是不？嗯，挨欺负了是不？你小样儿，快吃吧，嗯，吃吧，啊、嗯，你瞅着，哎，你瞅着，快吃吧，乐啊，嗯呀，
你瞅那样，吃东西也不老实。门票多少米？20米。门票20米。下方正在讲解的眼线笔，拍一发2只眼线笔啊。哎，乐乐扔地下了，下来，那底下吃呗。我顶个包。下方正在讲解的眼线笔9.9元2支啊，就是我抹的这个，就是防脱妆、防化妆的这个啊，防水的，这防水的这个9.9元包邮啊，这个。这边好用，笔好啊，两地呀，两面包，9.9元。没开几天到，一般都是4-5天都到货，包邮，哦，能拍都没有运费。那么便宜的眼线笔，出于好奇拍一单看好吧。我以前也是，这小胖胖吃的，没看大宝呢，脚拿一个。你看大宝那霸道的，你跟你说，啊，看着没？看霸道的，猴子，我跟你说哈，他在这里认为他自己是头，就是这样式的。他说不让谁吃，谁就不敢吃，吃完你就咬他。我家的老面包卖的他妈老好了，老面包也好吃。你想吃的？你起来，你想吃的？咖啡好喝吗？1号链接的咖啡不带好喝的，它无糖的吗？它是煎肉肉的，它能有糖吗？对不？它是煎肉肉的。啊、哦，这个眼线笔一定要拍一下子啊、哦！眼线笔还有27单眼线笔啊、哦，拍50单就行了啊、哦。还有27单，还有26单的眼线笔，拍一发2支，是防脱妆的单吗？啊、哦，防脱妆的，知道不？防脱妆，防水，9.9元，姐姐你好厉害，管他们喜欢你姐姐，我跟你说，我只喜欢大宝霸道。跟你反映直播间讲解可能存在和气质，你妈下次注意，他妈谁他妈夸大气质了，他妈真是的，就有些那个，别他妈抢，还一单吃一单，啊、哦，不掉色了，夸大气质，我夸大气质，你奶奶个三角漏子，把啥谁他妈举报我，下个月那嘎嘣死的，谁他妈举报我，谁嘎嘣死的，不带得好病死的。人家举报我了，嘎嘣死！我给拖下去，拖下去玩儿。啊、嗯，手拿面包呢，好。行了，这一天陪你多少个小时？你说你自己心里没点逼数吗？放个风，拍一发2支，哈尔滨几天到货？也是4-5天都等到货啊。拍一发2支，我手机有没？